你的查某敢真正是你的初恋情人？我真出事就知影，我一条路尔啦，就是接恁阿公的中药行啦。你开钱我嘛有，你看30万，小心点啊！这是蔡永生订的房间啦，交往周年纪念啦。我订的房间你有挂鱼？是完全。不够。上不上酒？我没有醉。